思思啊，思思啊，给大家看看智商超越边境牧羊犬100倍的拉布拉多犬是什么样子的啊。思思啊，看着啊，上面一个方块看到没有？你等下把这个方块放到锅里面，把锅盖盖上啊，再把方块给它放回到柜子上面啊，听到没有？那么大家看着啊，我把这个方块给它扔到柜子下面去了，然后这个锅大家看着啊，也给它反过去了。主人手是不能指挥的啊，有智商会思考的狗狗是什么样子的，大家看着啊。那么如果是边牧的话，这个时候脑子里面一片空白了，他不知道怎么办了，是吧？因为全世界所有的边境牧羊犬都是没有智商不会思考的，所以边牧当不了助产犬，当不了导盲犬，当不了缉毒犬，当不了搜救犬，就是这个原因啊。那么思思已经把锅给反过来了，锅盖已经打开了，看到没有？方块已经扔到锅里面了啊。接下去我们大家继续看，好的，思思真乖啊，大家看到没有？思思刚才把移出来的这个柜子是吧，刚才柜子是移出来的对吧，啊，他又把柜子给推回去了，然后他从锅里把这个方块拿出来，又放到了这个香烟灰缸上面，是不是啊？这就是真正的有智商的会思考的狗狗，真正的能为人类工作服务的助产犬，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啊，有智商会思考。